最近有粉丝私信我说，我们家豆豆吃不吃肉的，平时都吃什么东西？那我今天就说说我们家大老鼠平时吃什么东西吧。吃这个叫俄罗斯黄连，一个月吃一到两罐，费用在30来块吧，特别便宜。但是不是每个土拨鼠都喜欢吃这个粮食的。因为土拨鼠粮食超级多，各种各样的，价格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家豆豆就喜欢吃这个，特别好养活，比养狗养猫好多了。养狗养猫一个月也得花个几百块吧，我们家豆豆一个月生活费的话也就几十块钱，可好养活了。平时吃的也不多，如果要去旅游去玩的话，直接关笼子里面十天半个月都没问题。还有的人问我们家豆豆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零食，他最喜欢吃腰果。来，豆豆给大家表演一个，出来，进去，进去，再出来，再进去，好，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好吃。你看，来豆豆乖吧，最喜欢吃腰果嘞，棒棒的。咦，吃的贼鲜嘞！你看我们家豆豆，好可爱哦。